现了来宾们掌声鼓励，倒挂金钩。这个动作呢，只有在他们国家庆典当中才会出现到的高级动作。谢谢我阿拉这边的朋友。好，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场上的呢，是我们的披萨。雷夫美，平均呢一匹马儿体重为500公斤哦，所以他如果用全力奔驰的话，他形成的冲击力以及破坏力是非常的大。现在呢，来到我们场上的呢，是我们的伊拉。雷夫美也跟我们的伊拉挥挥手打招呼喽。重量级的贵宾来到我们的台湾进行演出哦，全台湾只有在我们的后里马场才看得到了，我们的王子回到我们这里喽。来宾们，我跟你们说，我们的王子真的是超人气的，非常受欢迎，有时候比马儿还受欢迎哈。现在你们所看到的呢，是我们的瑞塔。今年呢，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台中富光马场以及我们的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联合主办召集这样的安排呢，让大家可以在这么棒的场地欣赏到国际级的演出。哇，我们的票还其实松了也回不、哦，谢谢我们松了。好嘞，妹妹，我们的队长也要回来了哈，我们25年骑马经验的队长，也是我们所有人队长，陆爸。